上阵，快乐向前冲，欢迎您锁定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收看大型体育娱乐游戏节目全民向前冲。我们是一档全民运动、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节目，欢迎电视机前喜欢体育运动的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录制当中来。我是节目的体育委员刘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们2017年度非常热的一个关键词。在我的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有着创业的激情，也有着创业的精神。我们给他们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创客。今天我们全民向前冲栏目组就来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啊，他们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百度创新工厂的创客和他们的创业导师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他们亲如手足，情同一家，可是今天却被我们分成了两组，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决高下，大显身手。在比赛之前呢，有请我们的两位队长，哎，开心点，快乐点，让我怎么觉得你们都已经卯足了劲儿就要 PK 一下子了呢？马上要比赛了，那我们两位队长呢也有赛前宣言和这个要喊出自己的口号。那么我们红队的队长，咱们的赛前宣言是什么？我说应该看一下稿。哇词儿。那马上就要比赛了，我们的红队队长呢已经蓄势待发了。在我们这个比赛之前，我相信你也有这个赛前的宣言以及咱们的口号吧？创业没输赢，敢整你就行。创业没输赢，敢整你就行。哎，听听啊，这口号非常的响亮。那么我们红队的队长已经说出了他们的赛前宣言了，相信现在我们蓝队的队长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咱们蓝队的口号是什么呢？创新我有招，百度领航跑。创新我有招，百度领航跑。哎，两队呢已经将自己的赛前宣言说出来了啊，相信呢他们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了。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比拼到底会是怎么样。我是合伙人，红蓝两队各出五人，四人蒙住双眼从起点出发，一人在对面用哨音提示四人方向，四人需凭哨音找到毛毛虫并且骑回起点，过程中不允许摘下眼罩，先回到起点的队伍获胜。预备开始。我们的一位队员已经出发了，在非常快的速度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黄色毛毛虫这里。哎，其实我们的这个创客朋友非常有意思啊，他们两个女生手挽着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毛毛虫地点。往哪跑啊？蓝队的一位朋友已经完全的撞懵了啊，找不到自己的队员，也找不到毛毛虫。我们蓝队的队员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毛毛虫，也没有找到另外三名选手，而且导师这个时候非常的焦急啊，非常非常焦急。整个的游戏当中啊，我们的红队完成的特别好，但是呢我们的蓝队锲而不舍啊，在最后一位选手到达毛毛虫之后，已经乘坐我们的蓝色毛毛虫来到了我们的终点。我觉得我跑得很好啊，我就是朝着那个导师的那个方向走的，结果我摘下眼罩发现是红队在给我们捣乱。那我觉得啊，游戏最好玩的意义在于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对不对？不一定说的一定要拿下输赢，但是我觉得最快乐的就是你。怎么样，这个整个的心情给我们表述一下，刚才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我感觉我有点懵，现在还有点懵。
们私下里关系特别好。啊，原来是这样，姐妹淘啊。哎，用我们的左手摸住我们右边的耳朵，右手向下方摸住我们的左腰部，举地也可以。好，这样。对对，现在听我口令啊，我会用手摸着你们肩膀，然后我说开始转，咱们就开始转啊。原地，大家听好我的口令啊，原地转十圈，预备开始。现在我们毛毛虫方向呢，已经有很多的队员到达了，但是自己已经认不出来哪个是自己的毛毛虫了。回去，你队员还没到齐呢，快回去。怎么样？怎么样？你挺享受这个过程的没？这不对吗？我想问一下，你这什么颜色的衣服？红的。那你这个毛毛虫呢？我这毛没找到。这个过程你挺享受吗？是不玩的挺开心的？我们赢了，是不是？我们赢了，他们赢了，是不是？赢了，你赢了，过来来。不，我是，我们就想知道啊。身在朝阳，心在汉阳。当你把这个眼罩摘下来之后，然后发现身边都是蓝色衣服，然后坐在一个蓝色的毛毛虫上面，这个时候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非常开心，非常惊喜嘛，对不对？非常开心。我的队友没有我都赢了，对不对？获得这样的一个胜利，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非常的开心，就是跟你们。接下来这个游戏会更加的有意思，叫做投资争夺战。全民向前冲，携手百度创新工厂大显身手，全民健身碰撞创业洪流，创客导师一较高下，精彩纷呈，笑料百出，朝气蓬勃，紧密配合，一切精彩尽在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全民向前冲。往哪走啊？老板，几瓶肉饼也没有用。我的名叫顶层，就一顶就
就成了。你姓顶？对，我不姓顶。飞手叫顶成，他说一顶就成了。我叫石头，我能顶死他。给大家看一下稿。哇词儿。那你就走两步。那朝阳区在放。全民齐上阵，快乐向前冲！百度创新工厂为全民向前冲加油！感谢雷兽文化传媒、蚂蚁传媒、自由人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投资争夺战，红蓝两队每队两女一男，每轮每队派出一名选手进行对抗，先把对方撞出红框外的获胜，三局两胜。红队和蓝队已经穿好了我们这个对抗服，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很难是不是？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呢，在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还不太受力，哦，不太受力，有点顶不动。那我看啊，你的这个队员已经换上了你的衣服，来继续进行这个比拼，是吧？好，看看他们的成绩怎么样。我们红队的第二位女选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开始了吗主持人？觉得那个劲儿能用得上吗？刚才没用上劲儿，所以让你顶出去了。劲儿还没用上呢，哎呀，有点失落了。以后这样的活动经常来参加，经常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游戏带来的快乐啊。我的名叫顶成，就一顶就成了。你姓顶？对，我不姓顶。我名有俩字叫顶成啊。一顶就成了。一顶就成了啊，赶紧进去吧，看能不能进去啊。这位队员，我告诉你个信息，你对手叫顶成，他说一顶就成了。我叫石头，我能顶死他。好，看没看见我们两位队员啊，现在已经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这团烈火了。顶成，石头，听我口令，向前冲！跟吨位有关系的，跟吨位有关系的。多少斤你？我170。170，那你说一顶就成了，这个顶成这样的？有点惨，反正他多我好几十斤呢，那也是肉啊。来来来，那位选手来到我身边。顶成说了，他是170斤，你多少重？我比他多30斤。红队选手接受我们蓝队的挑战吗？必须的。你这哪儿来的？带上。哪来的勇气呢你？接下来啊，我们蓝队已经再一次发出。很累啊。平时我尽力了啊。平时有没有喜欢的体育运动？打篮球。还有呢？台球算吗？也算体育运动之一。那这位选手，你有没有什么喜欢体育运动？吃肉。
这个确实是啊，体重上占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也有非常强劲的体魄啊。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比拼的这个激情以及力量，更多的呢是在一起玩的时候的这个乐趣。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型的节目，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吧？啊，第一次。嗯，对，第一次。感觉怎么样？好。特别好，特别好，是挺好的。这个两轮游戏下来，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于全民向前冲的这个快乐。怎么样，我们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好玩，好玩。那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会有更加有意思的游戏，要不要来体验一下？要不要挑战一下？全民齐上阵，快乐向前冲。紧张、搞笑、娱乐、快乐的体育游戏继续进行。在刚才啊，我们两轮的游戏当中，大家觉得这个游戏好不好玩？玩。哎，考验你们的时候也到了啊！现在是刺激的时候了。怎么刺激呢？看到我前面的这个道具了吗？一个圆形的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排球。排球啊！但是现在在我手里，我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说它是月亮。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叫做众星捧月啊，众星捧月，五位队员绑住双脚，共同抬起道具跳跃前行，到达前方踩爆五个气球之后返回到起点即为完成游戏。但是注意啊，这个球千万别掉了，如果掉了就会给你们这个计时的基础上加10。听懂了吗？听懂了。好，那请我们的五位成员各就各位，听我口令。众星捧月，马上开始，听我口令，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全民向前冲！加油！颠起来，球颠起来，一定要颠起来啊！颠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五个队员把腿捆绑在一起。这个时候，第一个球已经被踩爆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还有最后一个。哎，我们这个球啊，颠得不够高。哎，好，好，一定要将这个球不能掉入地面啊。哎，五个男选手觉得特别好，特别的稳。好，非常默契的完成了整个任务。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怎么做到的？这是男人间之间的一种默契。男人之间的默契。那刚才啊，我们红队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啊。那这一轮当中，就表现的比上两轮都要好很多了，有是不是？嗯，感觉还可以。感觉还可以。这玩的过程当中觉得怎么样？嗯，挺好的，因为大家可能都是第一次配合，然后觉得也发挥都挺好的。哎，刚才啊，五位男选手说了自己发挥都挺好的。那在旁边跃跃欲试的蓝队也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会用多长时间完成整个众星捧月的这个任务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听我口令，全民齐上阵，快乐向前冲！非常默契啊，球呢一直在我们的这个道具当中也没有脱落，而且用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啊。蓝色的这位男选手啊，刚才摔倒了一下，但是呢五个人呢继续合作起来，重整待发，继续向我们终点进发。哎，团结在一起玩这个游戏感觉怎么样？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可以锻炼我们那个团队协作的能力。感觉怎么样？哎，有点紧张，还没过劲儿呢。还没过劲儿呢。那平时有这个体育爱好吗？睡觉算吗？这一轮的比赛呢，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快乐和团结，更加是对于大家内心的这个对于运动的向往，是不是？对对对。平时有这个
我没什么体验，就是打台球了，打的羽毛球。那你呢？我这不行了啊！我总跟他一块玩。那你那动脑运动啊，对对对对，我们四肢呢也需要舒展开来。我也舒展了。众星捧月，再战一轮。刚才呢，我们进行的是这个计时赛，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对抗赛啊。我们蓝队的选手呢，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对，我们红队的选手怎么样？好了，准备好了。好了，非常好。对对对，我看你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都很积极呀、啊。对对对对，非常积极，非常好。哎，我就听着。主要我们就想赢。啊，主要是啊，我然后呢？赢了就。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我这个看你一是积极，二是。老弟，我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呢，这跟咱们吉林省人说话不太一样，是不是？来自于哪儿呢？我这来自于大城市铁岭。哎呀，来自那么大的城市呢，大自然的。哎呀，那么来到我们吉林省干什么来了？我这来创业来了吗？来创业了。现在吉林省，我看吉林省这个创业的环境非常好啊。啊。什么导师对接呀、啊，投融资对接这块都非常非常透彻。我看现在创业根本不需要上北上广了，省得离那么远。我爸我妈还想我咋整，是不是？离着近，咱爸咱妈还能从大城市铁岭来看。对对对对，现在就看你这个比赛合不合了，你跟那队友合不合了啊？合。哎呀，我就看他今天是怎么输的。两方队员听我口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们不仅不能让手触摸这个球，而且呢，看我们终点那个地方有一个气球啊。哪个队伍率先到楠楠里将这个气球踩爆才能返回到我这里，算是全程的一个胜利。好，好吗？好，好，好。听我口令，全民齐上阵，钱掉了，快，快，快乐向前冲！刚才摔倒了，球也差点儿掉出去。哎呀，红队最先传，再将这个气球踩爆，但是球丢了。我们这个游戏就是这么好玩啊，这个很惊喜，也很意外啊，不停的会有这个意外发生，整个游戏让大家喜出望外呀。不仅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我们道具造坏一个，而且还有女队员摔倒，还有这个球被颠出去了。然后这个气球谁踩爆的？刚才我踩爆，鞋坏没坏？质量还挺好。道具都弄坏了，作为老师你们负责一下，一会儿啊，老师不管教具的事儿。感觉好玩吗？挺好玩，感觉挺互动的。我们一位女队员刚才摔倒了。就是疼不疼？不疼，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都不疼，真的一点也没有。就是我这想要去铲球了啊。那其实啊，整个这个团队当中，两名女队员的在身高上是没有优势的，对，也算是就是一个劣势。但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却是齐心合力哈。即使在有一位成员这个跌倒的情况下，大家还能重整待发，继续向我们这个终点进发，然后继续我们的整个活动。这个就是团队导师带来的这个团队协作力的。对对对，全民向前冲，携手百度创新工厂大显身手，全民健身碰撞创业洪流，创客导师一较高下，精彩纷呈，笑料百出，朝气蓬勃，紧密配合，一切精彩尽在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全民向前冲。往哪儿走啊？老板，几瓶肉饼也没有用。我的名字顶疼，一顶就疼了。你姓顶？对。
我不姓顶。飞手叫顶成，他说一顶就成了。我叫石头，我能顶死他。回来看一下稿。哇词儿。那你就走两步。那朝阳现在放了。全民请上阵，快乐向前冲。全民齐上阵，快乐向前冲。接下来进行我们最紧张、最刺激、最粗暴的一个环节——万众一心。两方队员准备好了吗？好。听我口令，全民齐上阵。看我这小脚，来给个镜头，来往前走两步，那你就走两步，走起来都非常难，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是吧？全民齐上阵，快乐向前冲！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为我们带来的大型体育娱乐游戏节目《全民向前冲》。我们是一档全民运动、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节目，欢迎电视机前喜欢体育运动的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报名方式有两种，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来到吉林电视台广电大厦进行现场报名。今天我们在这个赛场上看到了来自于百度创新工厂的创客朋友们和他们导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比拼，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啊这些人的激情、团结、致力于向上，也看到了百度创新工厂为我们带来的惊喜。全民运动、全民健身、全民向前冲，我们这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节目再见。顶成就一顶就成了。你姓顶？对，我不姓顶。非常惊喜吗？朱德非常开心。全民向前。